嫂子怀孕7个月跟我哥吵架了，我和女友夹在中间不知所措，结果没想到啥情况现在啊？我怎么谈恋爱呀？我们里边就是说都不会话了。能吗？这现在气氛咋的这么尴尬呀？我临走的时候我听那个嫂子说想喝奶茶，咋哥没给买啊？我这带来了都。赶紧把你这玩意藏起来吧，嫂子这是去产检啊，不说她血糖高吃不了甜的。嫂子平时吧挺通情达理的，那咋能不听医嘱呢？嫂子吧她也是赶上那个特殊时期了，嘴馋嘛。我也是的，是为嫂子好，但太着急了，江哥。哎，你说这话吧，你说我哥也没错，你到时候劝谁呀？咋就不明白呢？那嫂子生的是这杯奶茶的气吗？他比我要个好态度吗？那悬了，那我哥这啥人啊？刀架脖子上不带眨眼睛的，完再加上人今天还有理，你咋让他认错呀？那你哥就没弱点吗？也有，就是疼媳妇儿呗，但这没啥用吧？哎，我觉得是少一个坏人，有个坏人就好了。你说这话，那宝咱俩唱黑白脸呗。哎，这可是你说的，我唱白脸啊。不是，你等会儿，你凭啥让我当坏人呢？因为我天哥足智多谋，人中龙凤。你们又来这一套，我这行倒是行，但你给我点时间，我想想呗。欧了。哎，那个嫂子，刚才吧，我也了解情况了。我感觉咱真应该听大夫的，这血糖高确实得注点意，是不？听没听小天说啥？这跟我交流的近的。不是，哎，那个没多大事。小心，就是态度。不是，我哥态度咋的了？我感觉我哥这事儿办没毛病啊。这事儿就得板着，少了你合计啊，你要因为自己嘴馋耽误啥事儿，或者是落了点啥病了，你不为自己考虑，咋的不为孩子考虑啊？啊？是不哥，有道理没？不是小哥，你这话说的像揍你似的。不是哥，我没那。不是再说了，啥孩子不孩子？你嫂子的身体不比孩子重要多？我真有那天，我不也得保大的吗？好了，这我给你刚才出去买的奶茶，无糖的，无糖的，放心喝啊。你啥？你也没说你要喝呀？那你就让你嫂子带一杯，不让我带一杯啊？不是你喝就没有我？不你喝你告诉我呀？他这这是住一天，那个你俩先吃啊。哎呀，咋的了？你这就因为这小事跟我生气了？啊？哎呀，你这又逗我一天净逗我干啥？我都吓坏了。这小天儿，我觉得咱哥平时肯定特别忙吧？是。平时没时间陪嫂子。嗯，你想啊，咱哥这一天又要赚奶粉钱，还要照顾家里情绪，多不容易啊。所以咱俩人就给人家点独处空间，别当冷泡。还得有个媳妇儿有眼力见啊，我都没看出来。哎，对了，啊，你说你要到那年纪还会对我耐心吗？不废话吗？必须的啊。行吧，那就希望你到时候能记起奶茶也有无糖的。啥意思？咋你不相信我呀？怀疑我？没有啊，我没有，我没有啊。哎，哎呀，你这人。